我跟你讲啦，一个黄奇源哦，黄奇源知道了，知道我有钱的，我知道。他昨天想办法向我借钱，你知道？一直借。现在我借给他很多钱的。有说那一个人是真的人？法院那个人跟你借钱？那个是真的人。黄奇源是真的啦。一直跟你借钱啊？借多少？啊，借了多少？借快1000万呢，你知道吗？可是跟你一直借钱，这样也不对。可是都没有还你钱，对不对？都没有还钱。你跟我办一个咩事情，张咩什么我来休困。他可能就有假借那个，他银行打电话给他，哦，打电话给你嘿。对，然后他就说那个是不是？他说我是陈佩玲，是吗？阿公应该，对，我觉得他一定问他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哦，你就直接跟他讲说，你是那个陈小姐吗？是不是？她是女孩子，是不是？是女孩子打电话给你。女孩子，一个伊咧欠钱，哎，15万得要回荷兰啦。哎哦，买那个阿公邮局的账号，就你汇钱给他，又要汇15万。还好你今天有来。好，我跟你说。即使这以前这些都是被骗走的，你不要再这后面不要再被骗了。哎，我来，我给你，从来没有兑现啊！你看9月20号，你看会不会兑现？那个绝对都是诈骗集团的。对，我跟阿哥，你不要再汇钱了，阿哥啊！我那，你现在相信我？嗯。跟你说，我看太多了。我现在跟你讲，这个全部都是诈骗集团。跟你说，你即使你到9月20号，你看看支票到期，你看钱会不会进去？啊，这可是这中间你不要绝对不要再汇钱了。